还得是泰坦哥。OK， 对面 AD 没眼了，勾到一滴血 W， 没勾到就血 Q， 这样的话可以打，不开骨，别冲，我们帮他挡一下 Q， 早点治疗啊。 早点治疗一些我们的，别让他吃我们经验啊！别吃我们经验啦！这个，以防他们打野会反蹲。 第一时间锤石不在的，可以勾一。打江湖，就打前面 ，AQ， 在他那个他放 W 的时候再 Q 他。OK， 挡一下被动。 记得挡一下他的子弹，就是要看你当时分析局势了，到底该不该这样做。把线控住，好勾，逼了个 W。你看泰坦他妈的这么装备，把兵线就控在这，对面打野出来了是吧？准备动手，五级直接动手。 别被 Q， 就打前面，哥们儿，打前面哟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问题。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，我怎么大招还被打断？前面勾锤石就可以打得过的，其实大呢，等兵线一起。OK。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交 Q， 小兵没消失吧？啊，消失了，操！
难受呀，兄弟！说句，闪现闪现，闪现！好，哎呀！泰坦有大都不一定能打，泰坦没大一定打不了。一个 Q， 啥大他没闪，我操，随时也有闪电，还可以再推一波，不要急，他是没闪的，就打前面。有空吗？好空，过过过，吹死呢！喜欢装备。喜欢装备，小龙，我不能下去，杀对面的技能用了，先撤 ，OK， 别急，我们千万别用一啊，忍住，一定要忍住，忍住就好了。左一是没闪的。坏事！没闪，打前面就好。一分钟，谁？拿起啊！拿红去了。我操！我的兄弟，他这个勾到我们了，我只能说。知道吗？对面上路跟下路出现一个的时候，不要傻愣着。啥的？他有一身被动，别闪现啊！我操你老了，走吧。还得是泰坦哥，
OK， 慢慢打。把兵线推了。坏了。快走，一换一还不错，我只能说把兵清了。啊谁？没关系，打前面，他没 W 的三米八。新兵，撤退，妞妞穷，别急，千万别急，现在一个失误就是一波。对面还有一波龙冲，因为有大龙 buff， 只要他们不是三个人死了，那就有机会。他们打前面，打前面 ，OK， OK， 一波了。别被收集者打死就给我们去看线，他们应该能打得过。OK， 不用了，直接开扫。妈的 ！OK， 有想抽号的可以参与一下，没点关注可以帮主播点一点关注，每天都有扫码抽号环节。好吧，第三个，第三个。